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 刚我分了封了一个粉丝牌16级的，我给他封了306。我一寻思他就得去发育吧，我一看那鱼吧里边就有这人，说连续三四把0504对线硬送就不等说，我是不知道他在哪看的，连续三四把0504啊，我操！咱也不知道啥天0504了。 这老些天一共输了一把战绩差点，就让他给逮着了。嗯，就是连续三四把0504。完事指定得去发育吧，还不服啊？我你凭啥封我呀？我封你就封你，你乐意看你就看，你不乐意看你就拉倒。你要能看明白你就看，看不明白你就拉倒。你也不用去发育吧，你发育吧我也不可能给你解。你要表达一下你的不满呢。 没啥击杀能力。 4月份的吗？那4月份的为啥会直接显示呢？没瞅见啊，我也不知道几月份。杀错了，没杀错，杀什么错了？刚才就他呀。 时空跳转了，时空错乱了，你有完跟我对线吗？啊，他第二次被封了，他活该，赶紧给他封了。 你也别看了，不要挑战命运的夜晚。我不回家，<咳>你不回家，我也不回家。 我能跟你耗一年？我无限回蓝，你怎么办？没人来，我这蓝一直回。你打我，对你打我，你就别补兵。
连蓝都没有，还帮赶赶呢，赶赶啥呀？凡人就是软弱。我吃塔皮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不加了，传送吧。我们64个兵，他39个兵，他就耗我血，他也不补兵，耗吧。这皮肤可是真磕碜呐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不要挑战命运。打不死。没有放扣。天扣能打死。这咋这么能打啊？你说那中路连个蓝都没有，你抓啥呀？你有啥好抓的？就和曾经遇见的一样。我忘记沉默了，你看你能不能活，活不了就拉倒。这人像有毛病似的。我这是干什么？观光团吧，这是。又干啥呀？哎呦我操，就硬杀呀，我的妈呀。为啥带减速的呀？娜美那个 E 技能不是普通攻击还减速啊？哎呀，这硬杀呀，这真是服了呀！最合适的手法。杀点人了，不杀人不行了。又跑中路了。Double kill.
我们不受岁月左右。这号确实有问题，问题很大呀。你就硬抓，就在这硬蹲，你看，就硬蹲。没别地方去，硬蹲。得要能 C 的英雄，这个法师还不太行。这个法师行，别着急呀，没到我发地点呢。还行，这梦魇不飞我，这梦魇飞我一波，我死一波。直接梦魇变成合体，直接跟中路合体。中路不行事吗？我就站中路了。上路塔也没了，下路塔也没了，全破。梦魇直接合体，瞅着没，又来了，啊，就在你屁股后边，瞅着你，你瞧着，哎，就在这晃。晃，使劲晃！我也不去别地方了，你杀我中路，我就来补线，我一整打皮也不让你，我就在你旁边晃。没有大招，我们去别的地方还不行。先去下路。
硬拆过他，拿完峡谷先锋开始硬拆，两个峡谷先锋给你塔给你创呗，硬创。有我在中，除非你有峡谷，要不然你就别想推掉我的塔。有点痛啊。给哪去了？先把冰杖做了。剑圣把火蓝杀了，还行，行。剑魔好屌啊！我操，木印盖伦。开不了，算了。来个法穿海，出个鬼叔，再来个不行，鬼叔还出不了。哎呀，不出鬼叔还不行，鬼叔还出不了，操了。不出鬼叔还不行，鬼叔还出不了，这是黑呀、啊！就和苍穹遇见的一样。先把中路的塔给他推了。守塔打就行了，现在我们就只能守塔打，他们抱团我就守塔。哪来的剑魔呀？那剑圣打人咋都不掉血呢？拉克斯大招好挺快呀、啊，出点啥呢？出个猫子吧。
64个废人。你咋不追了呢？我们不受岁月左右。开一个看看吧。只能偷一偷了，偷点东西。悬赏怎么要失效了呢？往后窜呐，往后窜！谁插个眼儿啊？对，谁插个眼儿？走走走走走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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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布隆干哈呢？还好这梦眼不是那么很会玩啊，不放大，那梦眼放大那早就全死了呢。杀一个走，杀一个走，他不走那就是他的问题了，那没办法。不要了，没事，给他们吧。那小龙才两条，嗯，给他吧。剑圣拿了一条小龙，挺好。之中自有天意。这把得要法杖棒，要不然这打不动人。剑魔出水银丝带了。只要大龙有眼儿就没事儿。我回家出猫的，布隆的眼儿都藏哪去了？毫无疑问。嗯，哎哎哎！快走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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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死了啊。插眼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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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眼儿。
我们把上路塔给他偷了。不行，这剑魔他过来找我来了，这再推要死啊！只要我们家人不犯病，他们很难推。我这手劲还是老狠的。我操，弹我小怪，这火蓝气急败坏了。不急打啊！不急打，不急打，不急打，别不急打，不急打，他们推不下来，我们也不着急呀、啊，拖去呗，这着啥急？不急啊，根本不急，根本不急，谁也不着急。好，好，后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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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急，就不急。就搁这就搁这守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他敢飞吗？他敢飞我就滋他，走走跑，哎跑，没事，死一个，往后拉，不着急，沉默，沉默，烫死，再烫一个，喷他，哎呀。布隆来啊，来大龙，把大龙打了，全眼病全给他传了。差1.5啊，这小黄毛给拿了。别冲啊，别冲，别冲，大家都别冲，谁也别冲，让他们冲。小龙不行，你给了也行，没关系。你要能拿着你就拿，拿不着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过来呀！算了，没有拉倒吧，不要了。你过来呀，你别在这打石头人了。传死了，传死了。没带收集者，有收集者可以给他传死。反正我们技能无限放，我就能传一个是一个。只要我们不冲，别让对面摸奖给摸着了就没事。后撤不一定能打得过，往上走来，走不打打下打下打下，不打高地不打高地，这干啥去了？哎哎。
这老些人杀个梦魇杀不了吗？你没法赢，真是没法赢。不救好吗？这不是救不救的问题，那梦魇飞我了，我能咋办呢，兄弟？也没有人想救他呀。